面吼、嗯，我忘了，我先把这两个金龟条阿公，咱等下坐来迄落啊，坐来乌土遐食面，我先来乌土遐食面。不错吃，那不错吃呀，姐。我的大团 Kasabian 这个新专辑呢，相当受到各大乐评的青睐钦点。你听到的新歌 Switchblade Smiles， 我们轻松先休息一下哦。看电影？不要。下午茶？不要。那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去达芙妮 shopping 啦！达芙妮女鞋全台突破100家门市，正举办百年庆百店优惠，全面买一送一，刷卡买3000再享分期零利率，请洽达芙妮全台门市或拨0800-000-968。宝宝宝宝，妈妈边炒菜边说很火大。什么？妈妈说东龙三环金爱瓦斯炉的火很大，炒菜很顺手。哦、比传统瓦斯炉多了一环，火力当然不一样啦。上菜喽！哇，真快！嗯，好香哦！炒热家的气氛，增添美味关系。东龙三环金焰瓦斯炉，还有热水器、排油烟机、烘碗机哦。东龙厨卫，节能、健康、有品味。爱上宝，统计资讯月大打金国牌，买 Smile S3 总王健明签名复刻版，棒球造型16G 随身碟，再抽亲笔签名球。另外，统计资讯月是最好的。电脑全新造型登场，全台百名买指定专用，再送三十英伟特币电池棒。更多优惠，请到资讯月统计开会。以上信息来报告。其实也不太会饿，不用吃太多。我妈很香。不错，是我录音做的年轻人的地方，新的很满的地方结束。没有位置，没有位置停车，这是为了龙虾吃蒜味的，不然吃蒜味好不好，龙真？那先不要吃好了，要不要？我的心情只有他刚就跟我说他肚子饿，那坐车位，我刚坐来，停那个车位再叫过来，我坐来停那个车位，转过来。叫表化状况的，白天你把伊的腹肚摕来，叫表化状况。一定讲迄腹肚爱紧的状况，无你若无状况，伊颜色会褪去了，变色。吃一吃吃不下，晚上我们就晚一点再出来吃火锅，先回家洗澡倒垃圾。你觉得这个主意好不好？然后晚一点吃，吃饱一点回家直接睡觉，你才不会再晚一点告诉我说妈妈我没吃饭啊。我去停路边。到济州，这里有个车，我们去停这里。